的品牌理念就是希望可以幸福下一代，然后创造跟爸比妈咪还有宝宝们的美好时光。那因为我们前阵子有推出了一个新花色，大家知道叫什么？我看很多妈妈今天都有带来，就是我们动物急转弯。那这个花色其实就是在讲跟情绪相关的，那刚好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电影叫脑筋急转弯都是讲相同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也非常的贴合豆宝一直想要传递给大家的理念，所以就诞生了这次的包场活动啦。其实豆宝为什么会注重情绪这件事，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情绪呢，不管是宝宝的情绪还是爸比妈咪照顾者的情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豆宝挑选的商品呢都会是符合有五大关键的美感、设计感、触感、安全感还有成长，这样子爸爸妈妈照顾起来看到这个商品妈妈自己开心，然后随之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会慢慢的提高，那小朋友也会因为爸爸妈妈很开心，所以他们自己的情绪感也会提高。1、2、3，这个代理妈妈真的很重要，安全感，对，成长跟安全感。11、24，如果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的话，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大脑是被什么控制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带来两个灵感，然后豆宝也很用心的是做包场，感谢豆宝这一次办这个活动，赞吧！我特地从新竹上来，他每天都问什么时候是7月13，什么时候是7月13，妈妈今天几号？真的辛苦你们了，因为包场真的是值得的。你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豆宝。